无党籍的台北市中正万华区立委林昶佐稍早的时候宣布，因为家庭成员发现了罹患罕见疾病，经过思考，他决定不竞选2024的连任。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